茫茫股海，味觉难清，如何精准掌握趋势，寻求最大获利契机，让股市甜心指引您成功的方向，获利自然能微笑降临。欢迎收听股市甜心。股市甜心的节目，我是品化，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华冠投顾分析师刘云熙刘副总刘老师，甜心老师你好，品化好，全国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华冠投顾股市甜心妍希老师哦，振奋的音乐又再次响起了 ，Go Go Go， 阿累呀累呀累，老师给你的老朋友，让你一直赚，新朋友也一直赚不停啊，我们的老朋友敦泰今天又再飙涨停板啦，股价再创高，哎呀一
一转眼的时间，老师好可怕哦！一个大波段365%，长辈股，还有给大家的励志做大事抢来的，今天差一喵喵，差一块钱又要飙涨停板了，一波75%。我们的新朋友石头博士有够飙的，昨天飙涨停，今天再创高，还有我们的熊五兰。就有啦，就好谈呢，也好好赚哦。老师，最强最标最好赚的股票都在我们家哎。对啊，最强最标的，通通留给会员呐、啊。强强棍强，恭喜全国会员大赚特赚，请假探过来，并过来有个并过去呢。恭喜啦，轻松嘛，轻松赚，幸福赚，啊、日子就该这样过啊。哎，幸福过轻松哦。老师，你不止让大家赢在四月份的起跑点呢，赢到不知道都会提。火星上面去了啦，好可怕哦！其实我所有的事情我都会事先讲、嗯，就像上个月月底嘛，上月底我一直提醒大家，我说哎呦赚钱不能等哦，哎拼速度的哦，而且我还提醒你哦，四月的行情已经领先起跑了，已经领先鸣枪起跑。我记得我连节目名称都这样讲，有、嗯，好啊，而且重点来了，我329把那个夏日乐悠悠会员标股拿出来，通通。拿出来，好的，有来拿的通通出来做转正，一起来做转正。天啊，我说过行情领先起跑，我不是光说不练的人、嗯、所以呢我怎么做就怎么说，所以呢我股票我一样给你，有你要知道会员的股票不要猜啦、嗯、真的我很怕你猜错。就像熊乌拉，我马很怕你猜错、哦。熊乌拉其实很好猜，老师，你真的很好猜，对不对？我问你，那熊乌拉你知道是哪一只吗？熊乌拉就是熊乌熊乌上利呀、啊！再次恭喜全国会员啊！卢坦卢怎样啦？对啊，我就是不要你猜错、嗯，我就是强迫你跟着我们会员一起赚。是的，哎呦，上利昨天表态哦、欸，今天呢直接再度大涨。哇，创新高啦！超级强的、啊，真的好飙哦！哇，基本面很非常好，我连 YouTube 都有跟大家讲、嗯嗯、基本面我等一下再讲。好，重点周报拿出来。哎，那哇，里面的敦泰怎么今天还是涨停板啊？是啊，哇，老师你329送我的夏日乐悠悠还是涨哎、欸，还有一直赚呢、欸。你送我的励志做大事还在飙哎、欸，还在创新高呢。哇，我就说过我怎么做，我怎么说？会员有的我直接给你。哎、欸，是啊，都不用猜哦。对，嗯、都不用猜，而且有量有价，是的，怎么买都很好买。是的，重点你来看哦，329我还送给你。敦泰今天又涨停板，乌啦！还有励志差一块啊！哎呀，又不要涨停了。励志差一块，不要跟我计较。今天客户就说：“老师，他喷成这样，我早就把他当成涨不停的股票，涨停算什么？涨不停才厉害。你就要有这样的气度，你就要有这样的霸气啊、嗯！我们就是要涨不停的股票，飙不停的股票啊！哎呀，那看回来，我给你的股票不是都这样走吗？是哦，重点你要有动作啊！哎，对，你来拿周报是不是通通都赚得到？当然。你就算来拿周报，你没有动作你也看到了嘛？哎呦啊！你听节目，你是不是有动作，嗯、通通赚得到？当然啦！就算你听节目没有动作、嗯，你也好歹知道我年前就在买励志了。是的，哇！年前全市场。嗯都绑手绑脚，哎呦，这个很重要哎、欸嗯！你要知道年前的那个心理层面是不愿意买股票、嗯、不愿意抱股过年的人一堆哎、欸，尤其是在股市很多年的投资好朋友、嗯，是啊，过年后就会只要那种长假休超过10天。嗯恨不得巴不得清仓啊！哎、欸，的确呢，哎呀，保守再保守啊，降低持股啦哈。对啊，这是大家既有的操作习惯啊、欸。很多言论都是这样子。我就说你永远不能跟着那80%百分比的人跟着走、嗯嗯，不行。你永远在股市里面赚钱就那2%，嘿那就2%，极少数的2%，极少数的人的，你的思想、你的看法、嗯、你的逻辑要完全翻转。是的，这就是我在做的事情、啊。老师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啦。所以我年前我。直接低档卡位啊、嗯！你想买好买满啊！周报买不够，励志买来豆哇、嗯、哇！年前买好买满，买到后会员全部皮刷。妍希，你光励志哦，买到我光那个除夕那一天跪在公妈天后，好好的跟公妈共给
天还包庇之类呢，我就说一定要拜啊，要哦，周身一定爱拜，嘿，爱包庇之类，哦，一定爱哦，所以呢，五百五包庇五哦，五百点火力探多少级五百？年前低档卡位开不开心？当然开心啊！哇，我买七十八、七十九、八十，动作再慢、再慢、再慢，嘿。八十都可以买啦，真的，都来得及呐！年后直接喷，对，没错。今天多少钱啊？报告，从当时呢给您七字头股价哦，喷到了八十九十一百一百一一百二一百三一百三十九块钱。今天差一块，又要亮灯攻上了涨停板啦！哇，一整个波段七十五个百分点，不要算多了，一张赚六万好了啦，去头去尾嘛，好，十张六十万，哦，一百张的，哎呦，老爸爸呢？我不要讲一百张啊，好几个会员哦，压三十张、压五十张的我都知道哦，我就说你算五十张好了，好啊，五十张三百万，傻爸爸，一档。股票到现在账面上就现赚三百万，哎、欸，花你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呢、欸！再次恭喜全国会员啊！撸坦撸怎样啦？为什么我一直跟你强调老朋友是赚钱的，是新朋友也一直赚呐、啊？石头博士是新朋友吧？是新朋友，三五八一的博磊，嘿、hey, ，我是破书啦。对啊，破书啊，破书就领金哎、欸啊，对哦，每天一早开盘就冲出去了。我们买27、28块附近的嘛，今天来到多少了？今天报告来到了35.3块钱啦，连续两天两根涨停板。昨天我们才在这里说，哎呦，昨天睡一晚啊，嘿，困几枚，这赚很少，4000块一晚后赚4块，嘿。哎呦，怎么今天又在醒了，又一晚了，哎、又一晚了哈，变赚7块了。你哎、欸，老师给你都是有价有量的股票哦。你买100张的博磊，哈，困锦梅40万，然后呢，困冷梅啊70万啊，是我不想醒来的，我要继续睡，继续赚。你怎么跟会员讲的都一样嘞？真的啊，客户好可爱哦，他们觉得好轻松哦，在妍希身边好轻松哦，我又敢买，我又敢报。我不会买到皮皮串，不会哦，我不会因为后别人人云亦云，一下子追这个，一下子追那个，妍希都是低档卡位，低低的买，对的，低低的买，所以我常说嘛，我就是底部进场嘛，是啊，低档卡位嘛，行情就是在飙，行情要飙之前，我也提前告诉你，有的股票现在就喷给你看了，那我现在提醒你，最好赚，赚最多的这一段，你一定要把握这一段的时间，所以啊，想要重压的会员。好朋友哈，想要就是跟在老师身边的，轻轻松松的享受获利的好朋友哈，就把握标股重压喽。亲爱的好朋友，来标股重压企划，名额有限，您动作要快喽，带您吃最好吃的那一段哈，想要赚最快。赚最多最好赚，想要让自己的赚钱就如印钞机般源源不绝的来的好朋友们，来标股重压是你唯一的选择。如何跟上脚步呢？广中告诉你喽，快快快进广告喽！02663032370266303237，甜心的标股就是标，甜心的标股让您看得到、买得到，更能够赚得到。不止老朋友持续赚，新朋友也让你一直赚不停。再次恭喜我们的敦泰，给那里再度亮灯攻上了涨停板，给那里股价来到了236.5。黑档总回想当时，老师给你敦泰在五字头哎，一波飙出了365个百分点，长辈的长辈的长辈，姥姥级的标股，敦泰勿贪掉吧！来，会员专属的标股周报赚不够，立志做大事抢来的。今天差一点，差一块钱，又要亮灯攻上了涨停板。这一波从六字头飙到了139，一波飙出了75个百分点的涨幅。老朋友让您赚不停，新朋友有没有让您一直赚？扔无然后，来我们的博士。这档石头博士博磊困几枚几棒地位朋友啊，洗澡班塞金库困了没来70万塞金库啊，岁月久赚越多，标股重要的魅力就在这里，我们的熊五啦就五啦嘞，昨天涨停今天大涨，继续的创高，继续的涨不停，所以亲老朋友最好赚，赚最多，想让自己的获利就像提款机一样源源不绝的好朋友们，来标股重要是你唯一的选择，想要赚更多，想赚更猛，想赚的比别人多，
更多的好朋友们来飙股重压，名额真的有限，所剩不多了。所以呢，想要跟上脚步的好朋友，这么强的老师，厉害对调调，爱烂调调，绝对不能够落高哦。想要快很准的赚，想要赚身家的好朋友们，来飙股重压企划案02-6630-3237，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，台股投资。华冠投顾，股市甜心在华冠，荣华富贵跟着来。华冠投顾刘延熙副总，扎实的分析能力，精准的解盘技巧，快狠准的操盘手法，将趋势当永远的情人，让幸运成为您的实力，把获利成为您的习惯。速拨股市甜心幸运热线02-6630-3237。02-6630-3237，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。勇者的背后需要有力量的手，正确的投资需要智慧的头脑。华冠投顾积极为您找寻财富方向，台大商学博士研究群带领，坚强的研究团队，专业的投资阵容，带您解读数字里的真相，轻松打开财富大门。速拨智慧热线02-6630-3237。6630-3237，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。股市甜心 Light 生活圈免费搜寻 ID 小老鼠 LUCKY777，小老鼠 Lucky 777，直接搜寻，直接免费做加入。精彩节目开始喽！欢迎持续回到股市甜心的节目现场，您电话拨通了吗？拨不进来哈，请稍后再拨，一定要把电话拨通来。我们的飙股重压企划案名额真的很有限，因为老师只有一双手。我们希望这时候老师是千手观音，我们就会有更多的名额可以服务更多需要我们的好朋友们。老师给你的飙股飙翻天了，不管是我们的老朋友也好，新朋友也好，甚至是近期给您的标股，我们的博磊短短时间就30%了耶！困境没火力探气早班，困了没火力探气早班，算到你会觉得哦，老师我真的不想醒来的。还有呢，昨天给大家的上有利真的是非常的佛心的，直接剧透给大家，上有利就是3360的啊，上利哦，五告五拉的凶五拉，昨天涨停，今天继续的大涨，你会发现到老师有没有让你赚最好赚的那一段，最好赚，让你赚最快。甚至你任何时间来找我们的甜心老师都是赚的、欸、对啊，老朋友新朋友一持续赚啊，赚不停飙不停呢、欸、所以我常说吼，行情不等人啊，真的飙股也不等人，不等人啊，只有我在等你啊，只有老师一直在 waiting for you 进来哟、哦、来我们讲一下上例吼，为什么叫熊无辣，嘿熊无辣，我觉得名字取得很好、欸、嗯嗯，为什么嘞？来哦，先绕出来哦，知道它基本面一下哦。台积电大家都很爱，我知道。嗯嗯，台积电旗下有一个小金鸡6789的彩玉。最近刚刚上新柜，哎、欸，我没有叫你买哦，呵呵，我只在跟你讲基本面哦。是，好，彩玉呢，它的来头大不大？很大 哦。为什么？它是全球第二大 CMOS 的供应商，也就是全球车用感测器的供应商第二大。好，这么强的供应商，嗯 嗯，这是台积电下面的哦。嗯，好，这么强的供应商，那。對，近期我也在影音跟大家提醒，你要供应商，但是谁铺货？通路商。你有这么强的供应商，需不需要强的通路商？哎，当然要 啊！所以我们的熊乌拉就是强的通路商哦，环环相扣，扣下来，知不知道？啊、哎呦，彩玉都变新贵股王了嘞、嗯！对啊，好，这个我们讲回来。所以我常说，飙股的秘密你一定要知道。是的，如果你不知道，你听节目你也会知道。嗯，哎、欸，的确，如果你没有方向，我方向很明确啊。啊对哦、我从来不会拐弯抹角，没错，而且呢、啊、我股票也是明明白白、嗯、清清楚楚的给你，你就看最近这段时间、嗯、哇，四月才四月初哎、欸、对呀，十号都还没过哦，还没有、哦、我的股票不是天天轮流涨吗，轮流飙啊，天天后股票就是用走势提醒你，嗯，越早来赚越多，当然天天往上冲，嗯，你会发觉哈，哎呦，好恐怖哦！你回想一下哈，今天其实你要去思考一下，三月底妍希在节目讲什么？行情领先起跑了，对，没错，嗯，领先起跑，你一定要有动作嘛，是啊，对不对？我还可以提前预告你领先起跑，好，嗯、我们就从四月一号开始，重点是。
我三月底提醒你行情出来了，是行情出来，我也不是说，哎呦，只有我带会员买好买满，我没有哦，我股票一样给你哦，是啊，我股票一样给你哦，是的，市场上谁像我这样，实力不怕你验证，没错，我一样给你没有关系啊，因为我的股票就是有量有价嘛，是的，你回想一下，嗯，四月一号开始，敦泰涨停板，哇，华电网涨停板，涨停板，台湾之星的台新科涨停板，四月一开始是。三只涨停板直接裸送给大家啦，对，然后我们休息几天嘛，四月六号，六号来咯，是哦，敦泰又涨停板，哎呀呀，台湾之星的台新科一样涨停板，再来石头博士跟上，嘿娜博磊涨停板呐、啊，哇，好，到了四月七号，四、嗯、月七号，投资朋友们没有很久，就昨天，嘿，涨个台积哦，就是昨天，是的，励志涨停板，哇，石头博士的博磊又涨停板，哎呀呀，凶乌拉马西涨停板呐、啊，阿给那里嘞，嘿，给那里啊哈，哇。敦泰涨停板，博磊继续飙涨停，励志差一块，差一块钱啦，一样要飙涨停的啦，差一块涨不停啦，嘿啦，涨不停，飙不停啦，没关系啊，这样加一加，我就说快十三只涨停板，好不好？哎、不要算十三只，快十三只涨停板，好嗨哟、喔，难怪是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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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累有累有累，恭喜全国会员呐、啊，撸碳撸贼啊，哎、欸，老师那个金库要炸掉了耶。我就说有实力不怕你验证嘛，你有没有发觉妍希台股后从一月到现在、嗯、就不脱离你讲的大盘在一万六上下晃晃晃，呵呵，对不对、嗯、那你有没有发觉妍希你一万六后不会说像别的老师一样、嗯、哦绑手绑脚 啊， 啊台股已经泡沫了，对啊，我从来没有这样讲过哦，没有哦，没有哦，我一直告诉你哦，我不只告诉你行情好，我一月的时候在一万六我给你一飞冲天，有二月、嗯、一样大盘在一万六，我给你财运奔腾。三月现在嘛、嗯、上个月、啊、一样在一万六啊，给你夏日热热悠悠啊。哎呦奇怪妍希、哦、你一万六怎么股票还是这么会飙，好飙哦，所以我常说我认真不用讲啊、嗯、你看我的股票就好，哎、欸、我从来不是涨了再给你耶、欸、是啊，我花这么多的时间研究，然后花短短的时间上来赶快告诉你、嗯、我常说我先给你我基本面慢慢、嗯在补后，有没有发觉妍希就是不止在 YouTube 补基本面给你，然后在节目也补那个基本面给你，是啊，在 Line、嗯、我一样补给你嘛、啊，因为有一些时候没有办法讲这么快嘛，没错，对嘛、嗯，好啊，那你来看哦，有动作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要有动作？当然，而且重点，妍希你不像别人哈、哦，生技涨就讲生技啦、欸，没有啊、哦，传产涨就转讲、欸、也没有、哦，没有啊，真的、哦，妍希你可以从你有够懒。你从去年敦泰讲到现在，我们专请啊。可是我这样子才赚最多啊！对呀、啊，你才能够赚得到啊！妍希，你有够懒，你立志从过年做到现在，你从过年前报到现在，你好懒哦，你都不想太多动作。哎，对，真的，真的。可是会员赚得到比较重要吧？我简单的操作让你开心获利啊！我的观念就是这样啊！对，所以我常讲哦，我要你是在股市里面可以大赚。嗯、你听节目两三块很好减、嗯、非常简单，我送你都可以，对对 对， 对不对，但是如果你想要赚大的、嗯、一波大的、嗯、你是不是在我身边比较安全，一定要跟在老师身边、啊、不然你一下子后哎我一下子听了一些新闻说泡沫、啊、你就吓死 了、啊、就吓死了，自己吓死那一下子看一下美股不小心跌了、哎、呦又在你又吓死了， 对、啊、对不对，你抱得住吗，抱不住，所以我常讲创新高没什么，重点是过程你耐得住吗、嗯嗯、对不对，过程你有没有妍希陪伴，是啊，过程你不孤独哎、欸、有我哎、欸啊啊、我陪着你耶，你会很安心哎，每天陪你聊天，每天叫你放轻松，对呀、啊，所以你才抱得住一百张、两百张啊、欸，不就是这样？嗯、哦，对不对？好啊，讲回来啦，我就说、嗯、这个行情，你千万不能等，嗯、因为现在是抢钱比速度，是的。那你现在会发觉，哇，妍希，你最近就是飙股一档。接一档哎、欸，好恐怖哦！你的敦泰现在涨了365个百分点还不够哎、欸，建通涨了150个百分点还不够哎、欸，还要励志涨到今天75个百分点还不够，不够不够，波磊连续涨三天30个百分点还不够，你还在帮会员抢钱，凶不辣？我告诉你，今天我还是在继续帮会员抢钱，我们的明日巨星，哎呦！
明日巨星，我现在提醒你持续布局哦。哎呦呦，这个我可能没时间讲，我现在提醒你一下。好，这个产业妍希之前做过，嗯，那我现在只能先提醒你，因为这个哈很特殊的产业。哎呦，这个、产业我告诉你，它今年是完全没有淡季的产业。天哪！重复一次哦，完全没有淡季的产业，订单早就排到明年了。重点订单早就排到明年，我还要赶工。哎呦，这样你了解吗？请叫北户企业呢，所以我叫他明日巨星。所以想要跟着妍希后标股一档接一档赚的好朋友，就轻松跟上喽。新老朋友来标股重要切换，要跟在老师身边，对屌屌 line 屌屌，标股就是这样子轻松赚。想要大赚，想要赚身家，想快很准的赚的好朋友，来我们的标股重压名额真的很有限，那么这样子的企划案内容也非常的难得，你要趁着这一波最好赚的时候，想要赚最快的时候，想要呢自己的赚钱的速度有如印钞机般滚滚不绝的来的好朋友，跟上有实力有功力也很美丽的老师一起来大赚一个好不好啊，来标股重压企划案电话拨通轻松跟上咯。节目中呢再次感谢甜心老师来到节目当中，谢谢品话幸运甜心在华冠，荣华富贵跟着来，妍希祝全国的好朋友们操作顺利哦。02663032370266303237，老朋友赚不停，新朋友一直赚，老师的给你的标股就是一路赚赚赚赚赚，你任何时间来通通都是赚，给您最好赚，给您赚最多，给您赚最猛，不管是我们的老朋友也好，或者是我们的新朋友，我们的敦泰给那里一不小心又飙涨停板啦，长辈的长辈的长辈，这一波从去年度让你一路追随一路赚到发疯，赚到火星上去了，一波飙出了365个百分点，来会员专属的标股周报赚不够，励志抢来的，励志今天再创高，差一块钱要亮灯攻上了涨停板，一波飙出了75个百分点。老朋友2460的建通一波150个百分点，新朋友来凶乌辣，他就是3360的上力，昨天涨停，今天股价再创高。我们的博磊也很好赚，大资金的好朋友，标股重要的好朋友，来100张博磊没问题，100张的博磊，火力困紧没40万塞金库，困冷没70万塞金库，家里的金库都被崩起呀。所以，亲爱的好朋友，来想要标股重要，想要赚的比别人多，想赚的比别人快，想赚的比别人猛的好朋友，跟在老师身边赚最多，来跟上有实力的老师，跟上有功力的老师，跟上让您标股标的速度相当惊人的老师，跟上最会带您买标股赚标股的老师，来标股重压企划案下一档明日巨星持续来做布局，想跟着我们标股低档来做卡位持续来做布局的好朋友们，务必把握标股重压企划案咯，02663032370，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，台股投资华冠投顾，股市甜心在华冠，荣华富贵跟着来，华冠投顾刘妍希副总，扎实的分析能力，精准的解盘技巧，快很准的操盘手法，将趋势当永远的情人，把损失当最大的敌人，让幸运成为您的实力，把获利成为您的习惯，带您与获利谈一场幸福的恋爱。速拨股市甜心幸运热线02663032370，02663032370，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。华冠投顾坚强的研究团队，专业的投资阵容，带您轻松打开财富大门。速播智慧热线02663032370，63032370。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。本公司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效证券，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，投资人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华冠投顾104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09号。